G B B 超萌三连拍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在哪里？要领啊！我觉得吧，要领应该像这样，然后滴滴滴滴滴，对对对，不是，我们一起坐这。哦，我们大家一起。好，来来来，耶！青春修炼手册，行不行啊？好吧，好吧。那我拉导演一起吧，一起。我跟小四一起。好，准备了啊！三、二、一，惩罚开始。好慢啊！待会儿会快起来的。直接副歌吧。右手一个慢动作。哎呦。郭导，你尽力了，还行吗？你尽力了。
过得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，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，听我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新鲜的歌，新鲜的念头，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，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。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，划我猜游戏规则，两队各派出四名队员参与游戏，一人负责与假人道具进行表演，完成对指定词语的肢体表达，三名队员负责猜词，限时90秒，猜对题目多的队伍获胜。现在来小圆队，来了，哎，可以了，这轮你们要答对8个才能打，没问题，10个。哎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很担心。你不用担心啊，你就听我的话 ，OK。听我的话 OK 四个字哭头，抱头痛哭，抱头疯人院梁祝蝴蝶什么？梁祝，蝴蝶飞舞啊 ！OK， 梁祝对吧？梁祝，我对了。不，梁祝蝴蝶。啊吧吧吧吧吧吧吧。不，两只蝴蝶。不要这样。四个字。你讨厌了。行吧，行，打球的，四个字，千手观音，两个字，来上，来投篮，盖帽，盖好，我和你吻别，哎呦，来。吻别。你来比划，我来猜，全面升级。猜题者必须站在会向两侧不断分开的装置上，考验了团队默契度和身体柔韧性。两大家族谁能撑到最后？哎，我改名了，以后叫我王韧带。王韧带，改名了啊？就是韧带已经亡了是吗？人家一说到名字就知道韧带不好。准备好来，挑战开始。哇，我们俩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。这么快啊？
是编织的这个非洲部落老跳那个夏威夷大字儿，草裙舞。他怎么那么聪明？你是哪个队的？哎，不行了，难受难受，这就不行了。嗯。哎，腾哥，现在再过一年我就成为了白发老人。白发老人，就地中海，正确。白发老人，再过一年就是白发老人。两个字儿，来嘛，让我摸一下嘛，出嘛来。咦，好，一个字一个猜啊，第一个字是扭，第二个字是。扭掐，扭掐，你在哪个学校学过扭掐？哎呀，扭捏，正确。哎呦，仨字儿。哎呀，我找不到老公怎么办啊？爸爸，凉拌。你给我气的，我不打了。快快，我要抢这个，我就可以取贾玲了。耶！张小熊，郝小熊。哇！好，正确。俩字儿，郝小熊，没想到梦想成真了，我们俩。拜堂。后悔，沉默。OK。仨字儿，外星人。不对，是恐怖机器人。OK。啊！你还能撑啊？啊！第一个字儿是什么馒头？啊，仨蒸馒头啊！蒸馒头，这一关充分展现了王源的韧带，可以，这个时候真的要把掌声送给王韧带，韧带王，可以的。食材知多少游戏规则，每队各派六人参加，三人游戏，三人接受惩罚。游戏中每一名队员说出一样食材，后一名队员回答该食材的颜色，依次传递，回答错误较少的一队获胜。每次比拼之前嘛，两位队长都是老习惯，对不对？彼此要打一个赌。这一轮你们想说点什么呀？那我这一次我就给你赌一个大一点的。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队都很强，绝对不会输，而且还有倩姐的三个技能。如果我们输了，哎，不对，什么如果？我继续讲嘛。你把结果都说出来了。如果我们输了，我们就发微博嘛。发微博当天就发一个你们觉得做菜做的最难吃的一人。如果你们输了，30秒内吃10个柠檬，一队所有人。我们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各位听到这个节奏没有？跟着这个节奏。打起来，先。厨房里面有什么？黄瓜、绿色、花椒、紫色。厨房里面有什么？对，花椒紫色吗？你哪儿看过花椒是紫色的？那就不算。什么不算？我都被喷完了，王源。继续节奏。厨房里面有什么？孜然。红不是。宋茜最倒霉了。孜然这个太毒了。王源。你们有没有吃过烤羊肉串？羊肉串的那个。特色对吧？对。再来，继续啊！看你能坑他几回。从我开始接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你让一下人家吧。反正我能答应你，我只给你豆类。好。好吗？哇！谢谢刘哥。
厨房里面有什么？绿豆。绿色。水果，水果。什么？彩色。哦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我们的小圆啊，属于这个出题不对，对不对？就给大范围不行。节奏，厨房里面有什么？霉豆，霉豆，霉，霉，不知道。我也不想，我很想哭啊。霉豆是什么？霉豆没听说过。是豆类啊。霉豆就是那种黄色有一颗黑的那个煲汤的那种。哦，长知识了，长知识了。好，我这一期的阵容可不得了了。嗯，他们是一月还是二月？一月三十日播出的浙江卫视超级无敌。网络先恋大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剧组啊！哇塞，观众们！这部剧当中啊，又婷和这个我们的秘密扮演的是恋人关系啊，在这部剧当中输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观呢？一举爱，各种爱，爱到天荒地老，还在爱爱爱爱。一月几号啊？1月31号。1月30号。30号，把这里剪掉啊！我没有说过。1月30号。第一个游戏是秘籍传送门。第一题，开始。快快快快快！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，顾名思义，绝不能走半步路。或是面露笑容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。实在是居家旅行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。哇哇！加油！答案是什么？谈笑半步癫啊。第二轮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我头痛。萨瓦迪卡。萨瓦迪卡，对了，小圆儿。带着你懵懂的小眼神到前面来。不是，王源是懵的。不，为什么会脱鞋然后这样啊？最后的答案是当个和尚。对了，猜对了。哦，哎，我演一遍给你看看，你猜不猜得到？好吧，这个答案已经算错了，我们已经输了啊。这什么？和尚被毒。和尚被毒。为什么一定是和尚呢？这样就尼姑。招式接龙游戏规则：两队各派出四位高手，八人交替站定。第一位高手出招，后续高手们按顺序重现招式后，再叠加自己的招式，依次传递。哪队选手无法重现动作则失败，本轮获胜的队伍将在下一轮获得选择对手的先发权。招式接龙，第一招，大哥请。这招叫天外飞鞋，对吗？从小圆开始接，真的一定要玩这么狠吗？那只是个意外啊。好，
加你一个，加一个，加我一个，我想想，什么招数？这叫什么？接鞋360度无敌超级转体，不得了！你难的不是动作，你难的是这个名字，谁记得住？关键是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好，手指击剑游戏规则：两队各派出一名队员出战，各自战取毒液，以鼓声为令，双方各自出招。仅限一只手出击，率先将毒液擦到对方脸上者积一分。二位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请互相致意。我先说我的招式啊，别过线。钢铁般的防御，无敌，一招致命。二位以我鼓声为号，第一轮开始。嗨，我不想欺负他，真的是。哎呦，瞬间斗转星移，二位换了场地。等一下，变个身。我也变身，我也变身。你们好爱给自己加戏啊！再用单手，哦，接手握的上，来吧，3、2、1，哇！哦，单手，单手，呀，衣服。别摸我衣服上，我有洁癖，洁癖，洁癖。好焦灼啊！哦！妈呀！我说，有摸到了吗？看看，这里他摸到一下，但是没有留下黑色的印记，可能已经干了。摸到了，摸到了，肯定摸到了。虽然干了，但是小王还是自己承认了。我觉得这个体育精神是非常好的，是公平竞争。好，各位老师大家好，我是 9% 的陈立农。我等一下可能会从吧台跳出去。